一下，我是谁？不是谁不重要，大家要第二次就好。我是失败案例。哎，怎么说？第一个，大学没毕业；第二个，去酒馆乱搞；论文题目别乱写；说完上学念，任你读四年啊，这样不长。连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啊，我先买笔吧。你看不出就是个人，单调。他就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买 GPT， 从此之后踏上了不归路，口一吐就跟星辰时光一样，从零到有，三个月速成。”结果现在比你更惨，轻松就连翻三天，差点没有脑溢血。哦，我忘了，这才是凶手。这个主播是谁啊？他文章写的太热血，害我很想跳分啊。然后嘞，这是安全的，我就不小心接到一场中医演讲 ，which is， 你说完。啊，我很焦虑啊！江浙语速腰这么快，不是我这种新手可以翻的。我给大家秀一下模板，翻译视力啊。OK， the speaker is introducing key words on the slide. Lessons learned， 就算翻得不好，甚至不是口译，你也可以帮上忙。协办活动其实没有那么难。啊，回到台下，台下表示安安，不要骗哦。再说一次，协办活动其实没有那么难，你就签下去。会完善这些通讯点，真的。那你问我最难的是什么？他的第一步 ，as long as 不要脸。那来，我就是如此的不要脸，直接问人家，直接给我一场串。那努力说话，对不对？善良来继续。那我从中得到什么呢？这两个跳分跳起来，第一个找到我的论文题目，那现在就是快毕业了。三，大家的沟通方式跟 FB， 四，到这来讲，速断流。啊，大家看出来我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人哦。如果你真的跟我一样没信心吧，至少你可以达成这两点。第一个，至少还有贡献社会。再怎么不济，你至少不跟大家混不了嘛，对不对？很重要。一个大家都不愿面对的事实就是，社群要传承，社群会老化，到处都缺人。Your vote matters。在讲座的是明年的孩子。Your participation matters。好，讲到这里，你们台上要聊什么？拜拜。Taiwan 2019 crossing 2019 October 19th to 20th from by Taipei 的热气场。那看到这个大家一定很熟啊，安安不要讲骗哦，你们炒地灯吗？是不是要来割韭菜？并不会啦，讲机超硬好吗？虽然我现在不能讲，你确定？那我怎么证明给大家看呢？我看一下，两天我办的这些农场，废物骄傲，你看这个威，熊塞啊，喜宴不完的嘞。那我们回到正题，我前面有讲嘛，协办活动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简单啊，干，这是我组长，完蛋了。场务组、行政组还有摄影，他们接那么多的，没用嘛，对不对？这是要崩溃了。我就心里就只要试出这段啊，不要脸，脏话不太好。九五九五，大家有听过9595？请大家输入 ID 名啊，不用电话地方了。9595，我是非常需要大家的解救啊，所以没错，这一段推升文，那大家就想。我想推一推，那到底有什么被推坑的理由呢？我自己分析一下大家的心啊，虽然是省了票钱，可其实也没有很贵。听心技术，因为有时候来网络上的技术都是你也知道币圈嘛，怪怪的东西很多，良莠不齐，所以我们要来都是 open source， 都是纯技术人交流，让我们才了解东西。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最多大的东西，认识朋友，讲实话一点，就那个讲话很的社群 always 缺人。那 blood 缺人 ，always 缺人。我本来以为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东西，可能是这样，但其实后来发现，大家其实都长这样。其实我们都是在一起摸着石头过河的，大家都是自己会的东西，可能别人都不会。那可能隔壁讲的有点不懂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细分的世界，大家都在做理论的。总之，万事起头难。既然大家都来到 hostel， 对不对？那一定会想加入社群，对不对？先加入社群就好，剩下可以慢慢学。只要你可以当，你不能说乖乖宝宝啊，我就不这样写了。你可以乖乖遵从你的组长的命令，然后把事情做完，然后大家就会看到你所为的一切，然后就会得到一些认可的一些东西。而且重点是你自己的 credibility， 自己把脸